大家好，今天很高兴呢，网络天空为大家介绍呢，是我们的 ISK S500 电容式麦克风啊 ，S500 电容式麦克风，它是可以使用在我们的音效卡五伏供电，也可以使用在48伏幻象电源双用的这个电容式麦克风。那今天跟我们配合的呢，是克索斯的 K10 音效卡啊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参数调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为大家做个简单的示范。昨日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，今日乱我心多烦忧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明朝清风是漂流。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知多知少难知足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简单的示范，那详细的使用办法还有购买方式呢，还请大家参照网络天空上的介绍。谢谢各位。